我爸就上来，你准备好了吧？快了快了，你先把门关上去。这不还把我关外边，有点过分了啊！生日快乐！过分惊喜了。闺女，上花。好。不用这么隆重。其实还有惊喜呢，丰盛的晚餐。晚餐呢？这儿呢。真是一点不浪费。老爸，送你个杯子，299元呢、啊。这么个杯子，这么贵呀、啊？哪299人才送呢？我看你是一点不靠谱。直接给你100万靠谱吗？哪来这么多钱、啊？给。你可得把握住机会呀、啊。有可能是二。你都送我这么个大礼了，我是不是得回点什么？什么？回你100万卷子怎么样？那你唱个职业吧。啊！我的事儿你怎么还续上了？你许愿，你挂出200万。100多的蛋糕，你让他干100万的活，靠谱吗？希望我闺女期末考试全对。